印章购买宝宝产品，胎毛笔、脐带章，满2000元以上，我们就赠送婴儿福利抓周收闲剃头三选一的活动哦。我们提供专业的活动摄影师以及中国风会场。那我们的剃头仪式呢，会先有十里的吉祥话祝福来祝福宝宝。那今天是我们小西西，那是今天是剃头的日子，那剃头代表一切都是从头开始，圆圆满满哦。阿能心，阿能心，让小西西的身形可以跟鸭蛋一样圆圆的，身材健美，人见人爱，然后健康的长大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桂圆，桂圆代表贵人哦，一辈子都有贵人互相扶持。地钱、金元宝，还有清源大钞，祝福小西西可以一生荣华富贵享不完，长大以后赚大钱，孝顺爸爸妈妈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十里的吉祥话仪式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会进行宝宝的剃光头仪式。接下来的胎毛都可以拿来做肚脐章，还有胎毛笔。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为宝宝颁发一张剃头证书。那我们爸爸妈妈拿着证书跟宝贝一起合照哦，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玩哦。我够一头，谢谢。